21岁出道，凭因为爱情被观众熟知，新剧搭档杨烁、古力娜扎。大家好，今天小农要和大家聊的明星是赵韩英子，一位山东妹子，90后人气小花。赵韩英子1990年12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，201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2011年正在中戏读大二的赵韩英子参演了中韩合拍的现代都市剧《就让咖啡有点甜》，她在剧中饰演的是乐观善良单纯可爱的中国女孩谢明明，赵韩英子也由此正式开始了个人的演艺生涯。2012年，赵韩英子与袁姗姗、徐璐、陈然等人联袂主演了民国言情剧《爱在春天》，她在剧中饰演女二号蓝凤萍一角。同年，赵韩英子还搭档彭冠英、海璐、蒋毅领衔主演了都市爱情剧《因为爱情有多美》，在剧中她饰演了出身豪门、活泼善良、聪明美丽的女主角林多美，而这也是赵韩英子首次担纲影视剧的女一号。2014年，赵韩英子再次搭档彭冠英、林佑威主演都市爱情励志剧《因为爱情有奇迹》，剧中她饰演天性善良的豪门儿媳安琪媛。而赵韩英子也凭借《因为爱情》系列电视剧而被广大观众所熟知。2016年，赵韩英子搭档林更新、林允儿等人合作出演了古装人物传奇剧《武神赵子龙》，剧中她饰演聪慧贤淑、善解人意的赵子龙师妹李飞燕一角。2018年，赵韩英子搭档杨烁、古力娜扎等人合作主演时尚爱情剧《归还世界给你》，她在剧中饰演了霸气干练而又火热迷人的时尚女主编岑薇一角。